我军要中了迷魂散，逃不了多远。快追！ 流浪汉找到了吗？找好了，一会儿就到。保准是天劫底下最脏最臭的。行，那就让他好好伺候我这个胖姐姐，又丑又胖，还敢跟我抢我工作，我呸！走。好难受啊。 你他妈真不知廉耻！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碰过男人。你肚子这么大，你都以为是胖的吗？苏南庆，顾家要是因为你未婚先孕退了婚，我他妈打死你！你告诉我，这孩子谁要？老爷，小姐有孕在身，你要息怒呀！爸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老爷，顾少来了。顾少，别怕，这孩子只要一生出来，我马上送人，你可千万别自己关上。 妈咪，我们这次会不会是要找爸爸的吗？小果，你没有吧？我已经不是那个小孩子了，我已经四岁了。我没有爸爸，我总不是知道缝里蹦出来的吧？你是妈妈冲破粪送的。走。不是为了找爸爸，那是为了找哥哥吗？ 是个男孩。小果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哥哥，还有那些抢走他的人，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。 第一家族掌权人霍军要在网上花重金购买你的个人信息，之前在国外他拿你没办法，这一次回国后，哎呀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是吗？说起来，你身为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，就不能给人家奶奶治个病吗？听说霍军要又帅又多金，说不定你俩还能发展出一段浪漫感情。我可无福消受，霍家这种顶级豪门，明争暗斗多得很，我这次回国只想找回我的儿子，不想回外省。 求那个死胖子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老爷子也是有病吗？本来这次回来就退婚，为啥还要我来接？顾少，老先生特意交代了，不让我们两家闹得太难看。难看？是难看。他才难看吧？他原来就那么胖，像生完孩子不得更胖？哎，我真是倒霉呀！是这样的人才。 哟，村这边那么多漂亮，顾少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呗。苏南青，这几个字我读的对吗，叔叔？
缺爹，缺爹，缺爹！哎，不是，小姐姐，我和那个死胖可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美女，你在家吃吧。单身吗？叔叔，你真可怜，年纪轻轻眼睛就瞎了。哎，啊！哎，美女，美女，你怎么不说？我们要等苏小姐，别耽误正事。 哎呀，那丑八怪女人要是有他一半好看，是不是退婚啊？苏南枪，你今天不是回国了吗？ 赶紧回家退婚，别耽误你妹妹和顾少的好事儿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。一个小时回不了家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哼。小果，你怎么醒了？妈妈出去办点事情，回来给你带公司蛋糕。入回房间等妈妈。嗯。 小石，过来，看什么呢？妈咪。小石，你没有妈咪，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怎么会有你姓你的妈咪呢？嗯。可是刚刚有一个漂亮阿姨说是我妈咪。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对你负责的。 还没找到那个男人吧？竟敢把我的儿子丢到垃圾桶里，他最好这辈子都别出现，不然我就把他碎尸万段。霍总，我们已经确定外科射手安娜的确回国，我们刚高价买了一张她的照片，发过来。等一下。 加一监控，看一下刚才谁和小师傅说过话。好。你刚说死胖子五官长得不错，我看你是眼睛出了问题。现在给你好好治治。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！哎呀，你们怎么会对白妹妹这么粗鲁啊？白妹妹，要不我们玩个游戏吧？什么游戏？如果你能证明她瘦下来。 真的很好看，我就把照片给吃了。做不到的话，你吃怎么样啊？听说苏南青后来生了小孩，能好看就有鬼吗？丹妮雪儿，你直接吃吧。吃吃吃吃啊！是你自己吃呢，还是我帮你呢？啊，快吃！苏安影。 愿赌服输。哼，不是，你谁呀？这是苏家大小姐，顾少的未婚妻，你会腻歪了。她是苏家大小姐。那我是谁？你是能听见？走，我带你去收拾你。难道那个死胖子瘦下没那么好看，比苏安影漂亮太多了吧？你不可能是苏南青，苏南青明明是个大胖子。是啊。 我还要多谢你逼我出国，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这么多年的肥胖都是你偷偷给我下毒手？什么？你不要乱说！怎么回事？爸，一个小时，刚刚好。你是南青？姐姐，顾少给你退婚，真的不是因为我。你要是打我没消息的话，那你就继续打我吧。苏南青。 顾少跟你退婚，那是你不知检点，未婚先孕。哎，你自己不争气，你拿你妹妹撒什么气啊？爸，你闲了，你还是这么偏心。行了，老苏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误了正事儿。走，跟我上楼。
苏南青，你未婚先孕，丢了苏家的人，变成顾家这么多年被人嘲讽，你可知足啊？南青，顾家答应跟你退婚，让你妹妹嫁，这也是最圆满的结局。可是绕了这么大一圈，终于要说到底。你把你母亲留给你的公司送给你妹妹做嫁妆，弥补所有人的损失。对啊，今天刚好是我生日，把那个小公司送给我，就当做是生日礼物。啊？好啊，那你也吃几年的激素，我就给你。苏南青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听懂人话是吗？退婚可以，礼物没有。苏南青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想送我公司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安全哥哥？根本就不想退婚。闭嘴！你果然是这样想的呀。臭不要脸！你别以为你现在变漂亮了，安旭哥哥就能回心转意，都是收我野种的贱货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不带你那个野种回来啊？哎，你看、啊，我的孩子不是野种，再让我听到过一次，撕烂你嘴！你站住！我你站住！我我看了监控，以后离我儿子远一点。另外，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别费心思。啊！这些年想接近小少爷、讨好霍总的人数不胜数，霍总最讨厌这招了。只要霍总是九州国第一家族的掌权人，多的是你们想。原来他就是霍君耀啊，只是他脑袋被驴踢坏了，还是得妄想症了？碰到个女人都觉得喜欢他。哎，查到那个美女下飞机去哪了没？哎呦，快点啊！我都找了一天了。不知道查不出来那位美女的身份，但是查到了她临时居住的酒店。快发给我！安勋哥哥，你怎么来那么晚啊？我今天有点事儿。哎，你脸怎么了？谁干的？还能有谁啊？是不是那个死胖子？他在哪？我现在就去找他，给你报仇。不行，苏南青现在变得太漂亮，安勋哥哥万一看着他怎么办啊？不用不用，他就是守在那个公司。没有那个公司，爷爷是不会同意你离职。这个事情交给你，我也不想看见他那张猪头。对了，他现在是不是更胖了？嗯，更胖了。阿勋哥哥，你放心，可能真的是拿到手。骚老，给我梦叶制药公司所有的资料。苏家和顾家都争着抢着要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我说安娜，做人不能太过分呢、哦。我堂堂国际第一黑客，不要面子的吗？这种小事你都要找我干？好啊，那我去找别人。别，美女，给我五分钟。霍君耀果然厉害呀、啊！说花了几百万美金买了你三年前的照片，嘿嘿，安娜，完了。他还真够上心的，那你帮我给他带句话，就说霍总这么火急火燎的找我，是脑子需要开刀？张老啊，那个女人照片不是拿到了吗？给我，老安给。这眼睛倒是有点熟悉。你站住！我？不可能，安娜医术享誉全球，
体型和那个女人也截然不同，瘦多型。继续查，翻遍全国，要把安娜找出来。哦，好。不是人家不碰头，昨天刚以安娜身份回怼一句，今儿个就撞上了。我说过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苏小姐别再刻意制造这种偶遇的桥段。霍先生，你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什么误会啊？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，哎，这男人可真自大。要是让你知道我就是你苦苦寻找的医生安娜，你还会这副态度吗？喂，这女的到底住没住这个酒店？我他妈等三天了都。林姐，我没有见面了。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哎，这就是缘分嘛。那这次可以把名字告诉我了吧？当年生产时，她也在医院，或许她知道我儿子的下落。安娜，安小姐，那今天有空吗？我们去北京茶叶厅坐坐。霍总，这女人也太过分了吧！故意讨好小少爷来接近你，竟然还脚踏两条船。爱慕虚荣的女人罢了，不必放言。既然你是顾家的人，那我听说你未婚妻五年前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你们把那个孩子扔在哪儿了？这纯属谣言，那个孩子早就被那死胖子带走了。我怎么可能扔下他啊？既然不想说，算了。哎，安小姐，我们说，实不相瞒，当年那件事是苏南青的父亲苏红瑞处理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哎，安小姐，我怎么走这么快？方不便加不方便。苏家，果然是你。顾少，您放心，这孩子只要一生出来，我马上送人。你可千万别催婚呐！越是难追，越是感谢。一定按照我说的布置，今晚看我眼色行事，听明白了？好的，顾少。黑客就是好啊，谁的电话都能搞到。这还拿不下呢，哎呦，把好哥们都全都叫上。安轩哥哥不理我，该不会被苏南青给勾走了吧？听说顾少今晚准备了个超大惊喜。应该是和未婚妻求婚吧。原来阿轩哥哥这几天不理我，是在准备给我求婚啊。我就知道他心里有我。苏南青。啊，说。你干嘛？你把我儿子死了。还有五年前我怀孕是不是也是你们设计的？小狗的父亲到底是谁？我怎么知道那个严重？说不说？我说，小果的父亲是那晚找的流浪汉跑了，我也不知道那个野男人是谁啊。对，绝对不能承认是我做的。你都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不能近，你来近一点。我子呢？我怎么知道那个严重啊？你儿子是被爸爸给处理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过我可以问爸爸，我现在就问他。你把我放了，晚上八点一楼酒吧，我告诉你。苏安影，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招。威胁我？
安勋哥哥今晚要向我求婚，到了他的地方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安姨，这里价格可不菲，顾少与你来这里，恐怕是要向你求婚了。肯定是求婚，都怪那个死胖女人，要不是她这么多年躲在国外不回来，安姨和顾少早就结婚了。那个女人怎么来了？顾少，怎么人来了？说，我儿子到底在哪？姐姐，你就乖乖的待在这里，等看完今天晚上精彩的表演，我就告诉你。什么意思？你就算威胁我又怎么样了？你只不过是一个跟野男人偷情生了野种的贱货而已。而我马上就要跟顾少结婚了，我要你在这里亲眼见证我们的幸福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。顾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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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少。今天在这里包场把大家邀请过来啊，是因为我想对一个女孩说，当我见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。看到了吗？安轩哥哥当初对你多么不屑一顾，对我就多么用心，你连我脚趾头都比不上。我没空陪你玩这无聊的游戏，我儿子到底在哪儿？花香人更美，芬芳醉人，不知顾某是否有心拜倒在安小姐的裙下。安轩哥哥，我在这儿呢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安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安勋哥哥，你怎么能跟这个贱女人表白呢？你不爱我了？够了，别在这大喊大叫。苏安姨，够了，别在这里像个泼妇似的。你看看人家安小姐。安小姐，安勋哥哥，你到底知道她是谁吗？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？难道不是安娜吗？安娜是我的英文名，我的中文名叫苏南青。什么？你就是那个死胖子？我不信。一见钟情，命中注定。顾安轩，我看你不仅脸丑心恶，还没脑子。死胖子，当年就是你替我戴绿帽子，现在你又敢耍我，我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你不信顾？住手！霍氏旗下酒吧明进聚众打架，你们是来砸场子的吗？这是霍少，算你识相。天哪，霍少在这儿！安旭哥哥，霍少不是我们惹得起的，快走吧。还用你说？找霍少，我们先走了。苏安影，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？你要干什么？发什么疯？你放开我！啊！再不告诉我孩子在哪儿，信不信我把你打成猪头？那孩子是我爸爸处理的，他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算是。滚！又是你，在霍氏的地盘上打架斗殴，想换个方式引起我注意。啊？我是一个人打架呀，没有聚众。另外，你这么能装逼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对你有一点感觉的。不过，还是感谢霍总出手帮忙。行了，你刚刚出手倒是利索。见人自有天收，天不收我收。我不白帮别人忙，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如果有缘再见的话，我会告诉你。老大，刚这个女人也太嚣张了吧！咱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以她的身手，那帮富二代就要被她打了。况且，她之前为了讨好小少爷来接受你。你现在又为他出头，来得罪这帮富二代，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！这个女人跟我想象中还真不太一样啊！去查一下她的资料。哦，是你的。我的另一个孩子现在究竟在哪儿呢？妈咪，我好饿。走，妈咪带你去吃饭。妈咪，我想吃莫斯蛋糕。去拿吧。好的。
宝贝，你不是去拿蛋糕了吗？怎么这个表情啊？没拿到想吃的。漂亮阿姨。宝贝，你不是去拿蛋糕了吗？怎么这个表情啊？没拿到想吃的。漂亮阿姨。你在跟我玩 cosplay 吗？想吃什么？告诉妈妈，妈妈去帮你拿。妈妈。妈妈，我想吃慕斯蛋糕。哈哈，好，走。霍小时，哎，现在不是补课时间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谁呀、啊？放开我！哎，来人呀！有人拐卖小孩了！哎，我是你爸。爸。难道这个怪叔叔认错孩子了？可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除非是我跟妈咪一直在寻找的双胞胎哥哥。先跟他回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想什么呢？回去上课，走。他为什么没有发现我不是他的小孩呢？我跟他的孩子长得很像吗？你怎么了？今天晚上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呀？因为妈咪好看。什么时候嘴这么甜呀？吃饱了吗？吃饱了我们回房间。好，乖乖睡吧，宝贝。嗯，漂亮阿姨的小孩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管妈咪，我就借用你妈咪一小会儿啊。原来妈咪的怀抱这么温暖啊。那孩子是我爸爸处理的。不孝女还有脸给我打电话。苏红瑞，我问你，当年另外那个孩子你们把他弄哪去了？原来是这件事，你想知道的话现在就滚到医院来。苏红瑞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账一笔一笔和你算回来。宝贝，妈妈出去一趟，你在房间乖乖等妈妈回来。好的。啊，妈咪。我们这么苛刻小少爷，会不会被霍总发现？不可能，小少爷从小就会自闭症，而且咱这么打他，他一声都不哭。再说了，霍总那么有钱，也不会管咱的。怕啥？那我就放心了。讲真的，折磨小少爷挺爽的。那霍家再有钱，身份尊贵又能怎样？就还不是乖乖听我们的。他们说的，难道是霍君耀的儿子？看，看什么看？要不要提醒他一下？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霍先生好。霍先生，我们果然又见面了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？如果您有时间的话，还是多关心一下您孩子的心理健康，还有他的家教。我的孩子用不着你操心，你可以换一个新一点的方式来接近我。拜托，你去门诊看一下。现在是病，治。哎，治。还有，我叫苏南青。这女人竟然说你有病了！哎，霍叔叔的孩子也太可怜了吧。这么小就有这么多的作业。老师，这些题目已经超纲了。你爸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些课程，都是你妈妈把你拉低了你的智商基因。不许你说我妈。今天还敢顶嘴了，不尊师长，伸出手来。这个哥哥也太可怜了吧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离开。
赶紧把这些课程完成。漂亮阿姨就是我亲生妈咪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哥哥，我跟妈咪哥哥就是专程来找你的。妈咪当年为什么不要我？妈咪没有不要你，是坏人抢走了你。妈咪一直很想你。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们去找妈咪，妈咪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。然后妈妈就会带我们回家啦。那我爸爸，哥哥，你有爸爸？是啊，你没有吗？没有。妈妈说我随时都送你蹦出来的，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爸爸。哥哥，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呀？我爸爸他很忙，而且也很严厉，可是他也很关心我。哦，你爸爸就是刚才那个怪叔叔吧？那他真挺难相处的。怎么办啊？我不能离开妈咪，你也不能离开爸爸。可是我想跟哥哥一起回来，有办法吗？你都不让爸爸妈妈谈恋爱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我们还是先不要好起来吧，想办法让他们多相处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苏红瑞，我儿子呢？姑姑，你怎么了？苏红瑞。我姑姑可是你亲妹妹，你对她下手，你还是人吗？嘿，是你姑姑自己身体不争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瞎挖了，能看懂什么？你姑姑这个手术难度高着呢，只有脑科部门的李主任能做。李主任可是安颖的老师。条件？嗯，你不是想知道孩子的下落？只要你把公司给你妹妹，我就不告诉你。而且安妮还会求李主任给你姑姑做手术，你总不能看着你姑姑死吧？哥，公司是嫂子唯一留给南青的，你们也太狠心了，我不同意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救你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但请不要，姑姑的这个病治不好的，就算是做了手术，也是90%的概率会失败的。你快走，快走！姑姑，你放心，我就算不把公司给他们，我也有办法救你。你快走，能有什么办法？除了找李主任。我看他就是看上公司钱了，他才不救你呢。喂，我是安娜，尽快帮我安排一间 VIP 病房，我要做手术。小少爷，这作业没写完，到处乱跑什么？你这蠢笨的性子是随了你妈了吧？哦，不对，你是个没有妈的野种。告诉你，把手伸出来。我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这些人平常就是这样欺负我哥哥的。小石，
小陈现在怎么样？霍总，这孩子根本不服管教，连话都不爱说，我看实在不行，只能送特殊学校了。这个老师太可恶了。爸爸，我真是没有妈妈的小野种吗？真的很丑很笨吗？是妈咪垃圾的爸爸的基因吗？就是，这话谁告诉你的？都是老师告诉我的。小少爷，你可不敢胡说呀。嗯，老师，你别再打我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说什么话吧？什么话？罗老，罗老，在，带出去，等监控。老大，他们对小石做了什么？罚站、训斥、打手心了，竟然还对孩子灌输一些不良思想。那两个老师都是您弟弟们帮忙安排的，是我疏忽了。好好教训一顿，送监狱去。是。如果有空的话，我建议你多关心一下孩子的心理健康，让他的姐姐。原来苏南星早就发现了，是我误会他了。小诗，嗯，爸爸以后多陪你好不好？好。近距离看爸爸好像更帅了。爸爸，你明天可以陪我去看电影吗？我已经买好电影票了。当然可以了。Yeah. 嗯，明天可以去，好吧？好。好了，给你讲故事，你睡觉好不好？好。嗯，哎，玩了，这会儿我不来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面有只熊大，熊大呢天天和熊二去看书，光头强阻止他们。一家团聚，妈妈。妈妈，小诗，谁是你的妈妈？苏南青，妈妈。难道今天小石对我亲近了不少，是那个女人的功劳？看来是我一直误会她了。来，儿子站在这儿了。哎，左汉，往后靠。怪不得小石想去看电影，搞半天，原来又是这个女人想接近我，故意撺掇的。妈咪，我想吃爆米花。嗯，霍君耀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，霍先生，好巧啊！看同一场电影就算了，连座位都买到同一排。哎呀，可真是挺巧的。霍先生，什么意思啊？苏小姐，我说过了，我最讨厌别人通过我的儿子接近。你是不是忘了我的警告？霍先生，你的确长得很美。但你也没必要这么自恋吧？像你这种长得比女人还漂亮的男人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苏小姐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要再接近我的儿子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赶紧。小诗，以后你不准跟那个女人联系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小少爷，因为啊，他跟你爹图谋不轨啊，三番五次的找借口接近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是不是？我妈咪才不是那样的人。哼，坏爸爸，我不理你了。小诗，哎，老大，最新消息，安娜最近要在市医院做一台手术，我已经要到了一个名额，这次肯定能抓到她。我亲自去。南青姐，你昨天给我发消息说已经找到医生做手术了，是真的吗？你们可真是大胆啊！我早就拿虎骨的 CT 给刘主任看了，
就连刘主任都说成功率只有10%。你们之间相信苏南星这个废物请的医生？我看还是直接给姑姑递花圈吧。就没有更好的医生吗？有啊，国际第一手安娜医生，她可以做到100%的成功率。不过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就连贵胄豪门都请不到，就凭你们啊，做梦吧。那你知道我请的医生是谁？当时我请的女的如意书吧。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医生不知死活，敢接手这么棘手的手术。安娜，这不可能！你这个小妈老怎么可能请得到安娜医生呢？你是怎么请到安娜医生的？你是怎么请到安娜医生的？哦，安娜医生喜欢做有挑战性的手术，我给他发邮箱说明情况，没想到他真的同意了。啊，姑父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就算是那个死胖子发了邮件，可安娜又怎么会知道是谁发的邮件？如果我冒充那个发邮件的人。刘主任，我小姑她的病情严重了，所以我就给安娜发了邮件，没想到她真的同意了。你能带我也进去参观手术吗？你可给医院立了大功，当然可以带你进去。只要能抓住这次机会，攀上安娜做靠山，说不定安勋哥哥就不会嫌弃我没有苏南青那个公司做嫁妆了。安娜医生，没想到你看到邮件真的来为我姑姑做手术了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考取你的研究生。你就是苏南青？你是怎么知道我邮箱？苏阿姨，怎么回事？刘主任，我没有真名，我是从朋友那里拿到的。那你说我的邮箱是什么？对不起，邮件不是我发的。你这种人品恶劣、素质低下的学生不配参观安娜的手术，给我滚出去！手术成功。霍家不愧是第一家族，消息实在灵通。错了，霍总，安娜这次插翅难飞。哇，安娜是官人，应该就是她吧？安娜医生，久仰。安娜医生已经离开了，请问你是？收到了，封闭所有出口，救护人员全部排查。是，老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女士，不好意思了，留下你们的档案，以防万一，就为了患者负责。站住！霍君耀还真是不好打发。你的障眼法的确不错，差点连我都骗到。难不肯摘下口罩露出真容吗？安娜医生。怎么是你？竟然被你发现了。安娜医生。你是安娜医生？啊，我怎么可能是神医安娜？哦，原来你认错人了呀！我只是来看我姑姑做手术，如果医院要追究责任的话，我也认了。病人是你的姑姑，苏小姐，不如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可以代表医院不追究你的责任。什么？陪我回酒店，和我的孩子玩2个小时。霍先生，你是得失忆症了还是？得妄想症了，你自己说的话都忘了。你，我看你是搞错了吧？我不是育儿师，更对你没有任何兴趣。如果医院要追究我的责任的话，请联系我的律师。胡总，继续回答呢。我祝陪客人飞出去。是。那个爸爸实在太严格了，不给他2天没玩游戏吧。那我们换过来一天。好呀好呀，我们现在脱衣服换过来吧。
看来小诗真的很喜欢那个女人。算了，晚点我去找她一趟吧。到了，哥哥说现在还不能相认，爸爸和妈咪还没谈上恋爱呢。小石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还刚到。来，小石。嗯。哎，回家了，不能总打扰别人。好。走吧。来。好。爸爸带我上去了，你快离开。苏总，苏总，快醒醒！出事了，小虎被护军要带走了。什么？哥哥应该藏好了吧？如果你真的喜欢苏小姐，那我以后让她多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幸好没被发现，吓死小果了。啊！也没电。小果，你护军没把你怎么样吗？没有，其实霍叔对他挺好的。安勋哥哥，你最近怎么不找我了？人家好想你啊。也不知道苏南青现在还住不住在这里了。要是他看见我和苏安颖缠绵，我不信他会这么淡定。先上吧。小虎，你先上楼等妈妈啊。闪开！你个文盲，懂得怎么急救吗？别把人给害死了。闭嘴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他就是个文盲，都没有医生资格证，他这样会把人给害死的。你们快报警啊！醒了，是你救了我啊，小姑娘，你叫什么？不重要。是啊，你先别着急谢，说不定本来就快醒。这急救是谁做的？是他，他就是个没有上过学的白痴，根本就不懂医术。你快把他给抓起来啊！这位小姐，您没学过医，却把急救做得这么完美，真是太厉害了。什么？根本就不可能！他根本就不懂医术的。医生，你再看看，这位病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，他刚才是急火攻心，所以导致昏迷。您回去好好静养，就没事儿。你们听啊，这个病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，他就是运气好给碰上了。妈妈，你少说几句吧，太嫌不够丢人了。安伯伯，青瑶，你来了。你安伯父从京都过来找妹妹，没想到听到他去世的消息，受不住刺激晕倒了，幸好一个小姑娘救了她。安伯父今日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，对了，君耀，今天救你安伯父那个小姑娘啊，真是多亏了她。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她是谁？我想登门拜谢。好。老大，我们收到了一条匿名消息，说只要您答应帮霍家太夫人做手术，把病治好，就告诉您儿子的下落。邮件提供了几条线索，都跟我们查到的一致。我已经把孙红瑞这几年的动向全部都调查遍了，这是唯一的线索了。看来还是躲不过去，只能在霍俊耀面前暴露安娜的身份。谢谢。
苏小姐，霍总休息的地方不是你能随便进的，没有预约，请你离开。那麻烦你代为传达一下，就说安娜。哎，苏小姐，你是想明白了吧？要来陪小少爷玩两个小时。哎呀，可惜了，霍总现在很忙，交代过了，谁也不见。好，那我明天再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告诉他，我可以给他奶奶治病。好。哎，你说。现在的女孩都这样了吗？都这么主动了，为了接触霍总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万一他真的能治病呢？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他就不懂医学，拿什么治？安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监控被人破坏了，所以没找到人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很快就会。哎，恩人，原来你在这个医院上班啊？我就是来看看我姑姑。哎，安先生，您说他是您的恩人？是，您不会认错人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说，昨天那么危急的时刻，就是这位小姑娘临危不乱，才保护了我这条老命啊！你竟然真的会医术啊？哎呀，小姑娘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感谢你是应该的。安伯父，哎，是你救安伯父？对。你的眼睛是安娜，你姑姑的手术也是安娜做的，刚好你也在。宋南青，你不会就是安娜吧？宋南青，你不会就是安娜吧？安娜医生，把我甩得团团转，好玩吗？我昨天给你的提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什么提议？昨天苏小姐说能救老太太，我以为是开玩笑的。霍总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蠢了，我没看出来苏小姐。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敢来给太太传话。只要你能救我奶奶，多少钱都行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帮我找一个人。可以。不过我奶奶在星海，不方便移动，需要你过去一趟。没问题。小姑娘，我想请你吃顿饭，以示谢意。不知道方不方便？这顿饭我来请，就当这段时间我对你冒犯的赔礼不是了。还有，我儿子也很喜欢你，我可以带他一起去。他儿子喜欢我，可我没见过他儿子呀。好，你带你儿子一起来，我到时候也带上我儿子。洛晨毅，你怎么在这？哥，我是来这吃饭的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你是来这跟美女约会的？无聊。大哥，两个小时。这小孩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大哥，我真的按了两个小时，难道是我出幻觉了？有空去医院看看脑子吧。啊，霍先生，您的包厢在这边。吓死我了，差点就和哥哥撞上了。等等，妈，你就赶快拾包烟，等给一点点不就露馅了？老板，我现在就去救你。等等，哥哥，真巧，我妈也在里边吃饭。大人吃饭，我们小孩子就去游乐场玩吧。小伙睡躺说，妈妈也在里面，好险，差点抱住了。爸爸，我想和弟弟去玩。是吧？就是这件和小时不一样的衣服，我刚才没看错。大哥，你先进去，我去跟着那俩孩子，以免跑丢了。
哎，苏南青，你怎么找到这来的？好狗不挡道，麻烦让开。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？知道我和安逸今天订婚，还特意跑这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做人做到你这种自卑程度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看，又装起来了是吧，苏南青？我这几天回家想了想，想让我娶你也可以，但是把你儿子送去国外，这样我可以接受。怎么样？你还要回家找你爸，拿条绳子把你拴起来，别出来到处撒狗子。苏南青，我警告你，适可而止，别给脸不要。苏南青，你又在勾引安兴哥，我跟你拼了！安逸，你别疯疯癫癫。安心哥哥，你又在护着。安心哥哥，你又在护着他。苏南青，你有心情和你妹妹，快向他道歉。哎，青青啊，今天是你妹妹和顾少的订婚之日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。可当初是你未婚先孕，害得我们两家人丢尽了面子。现在你又来捣乱，这事儿不怪青青，我们俩才是真爱。只要他愿意把儿子送进孤儿院。那徐哥哥怎么能这样呢？又是你这个小贱人勾结顾少，我啊啊！你敢这样对我，我让你倾家荡产！老大。爸啊，他是霍总，您就是霍总吧？哎呀，怪我有眼，不是太敢冒犯了您，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呀啊！你想叫就叫呗。谁知道这几个失心疯从哪儿看出来我想嫁给他？你下次下手可以再狠点。还有，谢了。他们会再等你的，走吧。苏南青，你不会以为你能傍上霍总吧？像你这样私生活混乱的人，你配吗？霍总，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女人五年前和我有婚约的时候就乱了，未婚先孕，听说是和野男人在。闭嘴吧！听说是和野男人。哎呀，闭嘴吧你啊！老大的意思是，从今天开始，霍家永不跟苏顾两家合作。霍总，我说错了吗？霍总，霍总。完了完了，顾家有鬼在我手里了。你在找你儿子吗？他和我弟弟还有我儿子在楼下，别担心。苏小姐，快进来坐。安先生，您客气了。苏小姐，听说你现在还未婚，跟我侄子君耀坐在一起。真是登对，简直就是郎才女貌呀！啊，霍君耀这种自恋狂，傻子才喜欢。安先生，我脸上有什么问题吗？抱歉啊，苏小姐，我越看你越觉得你长得像我去世的妹妹。可惜，哎，不说了，吃饭吧啊，动筷子。啊哈哈，哥哥好险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你们两个居然是双胞胎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我得告诉我大哥。叔叔，我们的事暂时不能告诉爸。为什么？你忘了啊？爸爸对我亲生妈咪的印象。还没找到那个女人吗？竟敢把我的儿子丢到垃圾桶里，她最好这辈子都别出现，不然我就把她碎尸万段。确实，这绝对不能告诉。但是，我也不能瞒着我大哥吧。帮我们让爸爸妈妈相爱，祝你们这四口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有道理，但是怎么让他们相爱呢？我有一个办法，今天晚上给你们爸爸妈妈回去以后，哦，
这样啊，你们爸爸妈妈一定会感谢我的哦。爸爸，把果汁喝了，再下去找漂亮阿姨吧。哟，今天怎么这么乖啊？小叔说了，只要爸爸喝了这个东西，就能和妈咪一整晚都在一起了。嗯，喝完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刚刚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爸爸，把果汁喝了，再下去找漂亮阿姨吧。难道是那杯果汁？莫君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小姐，既然这么不择手段，通过我儿子给我下药，那我就成全你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的身体怎么这么不对劲？难道被下药了？霍君耀，苏小姐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？我知道会过来跟你商量奶奶的事，就提前给我下药，你未免也太心急了点吧。放手！我敢偷看你死定了！我百毒不侵才能勉强压下药性，他居然完全不受影响，好强大的自制力！苏小姐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是后悔推开我了。如果后悔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。霍先生，我真的对你没有感觉，就算你现在脱光了站在我面前，我都毫无感觉。你的意思是下药的事跟你没有关系？我刚才准备开门的时候发现门被锁了，我们看看监控吧。霍先生，这个人好像是你弟弟。小叔，我觉得你们打起来了。不懂别乱说，他们里面是在造小孩呢。确定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哎呀，绝对没问题。霍成义，立刻给我把门打开。你们小叔这下死定了。小叔，你快把门打开，我先溜了。大哥，给我过来。大哥，给我过来。小心过来。小果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妈咪，霍俊耀又帅又有钱，把他骗到手做老公不好吗？小果，你很喜欢霍叔叔。宝贝，总之霍家不是我们能招惹的存在。明天妈妈就带你去京都，你一定要乖乖听话，特别是在霍叔叔面前，好吗？妈咪要和霍叔叔一起去。太好了，我一定听话，放心吧，妈咪。这次一定能让妈咪和爸爸并驰前嫌，放心吧。这是你儿子？嗯，苏小果。小家伙到底长什么样子？为什么每次见到都有一种熟悉感？霍先生，你在看什么？他往哪儿看呢？该不会是在想昨天晚上的事情吧？哦，没什么，上飞机吧。你和孩子在京都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是先休息一下，还是直接去医院？刚刚我在飞机上已经看过老夫人的病历了，这病拖不得，我把孩子带回酒店就去医院。好，那在医院等你。苏南青的儿子怎么怪怪的？一路上不曾露过脸，还有小石也怪怪的，死活不肯脱下口罩。
哎，你骂他！哎呀，太奶奶！哎呦，小吃宝贝！哎呦，想死太奶奶了！奶奶，看看你！哎呦，这小爷种怎么还敢快给我滚！这不欢迎你！放肆！胡说八道什么呀！我看要滚的是你！哎呀，奶奶，你怎么还护着他？我上次可是亲眼看着他伸手把你推出去的！胡说！太奶奶！哎，太奶奶！太奶奶！干了，松手！可是。 爸爸，快去救奶奶！奶奶，奶奶，小郑，那苏医生呢？你找完了找的算。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，只要度过接下来的24小时危险期，就没问题了。谢谢。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守着呢。啊。 霍君耀今天是不是被人夺舍了？怎么这么反常？谢谢。天也不早了，我留下来陪您看病历吧。没准能帮上忙呢。霍君耀，什么情况？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是担心我奶奶。我躺在霍君耀腿上睡了一晚。完了！孙大庆，你干什么？老夫人她醒了。 苏大庆，你干什么？老夫人她醒了。那个，我去看看。老大，你跟苏医生昨天睡了一晚上，是不是？我看你好日子过够了，想去东南亚出差。不是我，没问题。苏医生。 你这么年轻，人又长得漂亮，我想问一下，结婚了没有？还没。啊，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人了？也还没有，缘分这种事儿，记不得。哎呦，那就太好了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孙子？他呀，人虽然冷淡了点。 但一表人才、工作稳定，你们俩呀真是郎才女貌，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奶奶，哎，苏医生，哎，小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救我命的苏医生，他还是单身未婚呢。奶奶，我和苏医生认识。啊？那你们认识那就更好了呀，有感情基础，接下来发展那就更容易了。 霍先生，对，老夫人的病情已经稳定了，只需要好好休养就可以。啊、哦，那辛苦苏医生了。接下来我会派人送你和小果果养着。嗯，等等，那个小果是谁呀？啊，小果是我儿子，5岁。啊，哎，小耀也有个孩子5岁了，一个小果，一个小时。 哎呦，这连名字都这么有默契，你们真是天降良缘呀！哎呀，臭小子，人家苏医生刚给我做完手术，你就要送人家回去，你怎么没有一点人情味儿？啊，你什么你呀、啊？我这，哎呦，哎奶奶，哎呦我这。
肚子怎么突然就疼了呀？看来这还得需要苏医生呀。苏医生，你还是你留下来吧，我这刚做完手术，身体还没恢复呢，别人我都不放心，我还是相信你，苏医生，我求求你留下来好不好啊？霍先生，老夫人的病确实不太凶。苏医生，你就留下来吧，哎，诊疗费我给收。老爸，老夫人，安小姐来了。啊？安家那丫头不是一直在国外进修医术吗？据说是因为安先生生病才回来的。虽然是安先生的养女，但他们父母关系非常好。奶奶，哎，奶奶，我好想你啊，奶奶！我在国内第一时间就来看你了，不会怪我吧？哎呦，你怎么会怪你呢？回来就好。奶奶，我在国外好想你啊，也想。这位安小姐暗恋霍君耀。奶奶，这位是啊，这位是苏医生。是我的主治医生，我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哎呀，你看苏医生和小药是不是很般配啊？奶奶，没听说过京都还有位苏大小姐呀、啊？是京都人吗？哦，我们霍家不需要联姻，只要小药喜欢就好。君耀哥哥绝对不会喜欢这种女人，君耀哥哥的妻子只会是我。这也治疗的不怎么样了，都怪我没早点回来，不然奶奶你早就生龙活虎的了。我都说不喜欢绿茶了，这怎么又是绿茶呀？这奶奶不喝绿茶，我给你换。奶奶，苏医生守了夜，先送回休息。好。可以松手了吗？走，医院这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你就在这里做教授，也方便治疗奶奶。嗯，随你安排。那我送你回酒店休息。不用，你快回去照顾你们霍家的客人吧。那就是老大，苏小姐好像是吃醋了。吃醋，肯定是吃醋了。你想啊，安小姐从小跟你青梅竹马，又那么知书达理，那苏小姐吃醋也是正常。你觉得安瑶比苏南星好？难道不是吗？有空去开个眼睛吧。啊，你没得白内障啊？哎，老大，你等等我。哎。想你，宝贝，你不是天天都在妈咪身边吗？怎么说的好像好久都没见了一样？表姐，我明天去京都，妈妈听说你也在，让我给你带点吃的。好，那我明天去接你。这是周朗给我准备的生茶，我不想喝，你喝吧。明天我有事儿没空，另外我不喜欢和渣男一起吃。我渣男？爸爸，你到底哪惹飘然阿姨生气了？明明是他莫名其妙。弟弟，爸爸惹妈咪生气了，快想办法。兰青姐，苏兰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警告你啊，我跟安勋哥哥已经订婚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青青，你是来接我的，我就知道你女人这件事情，你是不是安心？他们怎么
表姐要过来考研，就一起。从阳城追到京都，你是有多去吗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喜欢在垃圾堆里找。欲擒故纵，特地来接又不理我，让我对他欲罢不能。哼，看本少爷这次不把你重新拿下。哥，你竟然亲自来接我呢。周郎，我哥他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苏小姐，他竟然勾引老大，你别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。难道大哥喜欢苏南青？哎哥，你要是真喜欢那个苏南青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我说我喜欢那个女人了吗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给我一种熟悉感。你就是我大哥所说的苏医生吧？哼，这该不会又是你接近我大哥什么手段吧？霍先生，是不是霍老夫人又有什么情况？我来是想跟你讨论一下关于奶奶的后续治疗。关于后续治疗，静倩，可以跟我共进午餐吗？我知道你怪我和安颖订了婚，但我的心永远是你的，他得不到我的人。苏医生这桃花还真不少啊。霍总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在哪儿你没资格过问。不过去清理一下垃圾。哎，这么舍不得，要不我把他请回来给你共进午餐。霍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要不要看看脑子？你拒绝我的邀请不就是为了接他，现在又拒绝他，玩什么？欲擒故纵。霍先生，我看你病得不轻，你早点做手术。你放开我！给我滚原地！我警告你，你以后不准给我再接近苏南青。我等着。苏南青这个贱人，真是找死！当年的那个孩子到底在哪里？想要孩子是吗？那我就让你绝种。没什么问题啊。那苏……哦，接个电话。喂？什么？受伤了？很严重？你先别紧张啊，我现在就让医生过去看看。哎，苏医生，小药受伤了，能不能拜托你过去看看呀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啊，对了，小药在第一饭店888博行。好。好。哎，嗨，奶奶，妈咪没有怀疑吗？哎呦，没有。我让你爸爸呀也过去了啊，让他们两个来一场浪漫的约会。哎，对了，小石，你这么喜欢苏医生，这么快就改口叫妈咪了？糟糕，说漏嘴了。太奶奶，你都不知什么了。不是吧，错地方。你这么他不是受伤了？青青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霍君耀。他抱着花，又想对我用什么把戏？你让奶奶给我来的。老夫人说你受伤了，让我过来看看。受伤？你觉得谁能伤我？老夫人这是要撮合我和霍君耀，故意引我过来。那既然你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霍君耀，你放开！你不是一向不管闲事的，怎么一听我受伤就来了？我是医生，救人天经地义。
那我之前让你叫我奶奶，你不是说不想招惹我们霍家人吗？那你就当我发神经。苏南青，让你承认担心我很难吗？霍晨毅，干什么？是奶奶让我给他录视频的，他说天塌了你们也得云飞。你让开。大哥，苏医生，你就行行好吧。你把饭吃了，让我回去也好交差。你干嘛？哎，你也知道奶奶最近受不了自己，就让她好好交差。你妈的骨灰还真是难挖呀，不知道养起来爽不爽。苏小姐，不想你妈死了都没有全尸的话就老实点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一个亿明天之前打到我发你的账户上，否则就等着我直播养你妈的骨灰吧。你们要是敢动我妈的骨灰，你们就死定了。那就打钱，别他妈那么多废话。另外，你要是敢将这件事告诉霍君耀，现在我就他妈的杀了你。走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小心。去查一下苏医生怎么了。南一，从海外账户里取出一个亿，手机。另外，你派一伙人给我。老虎烦了，等我是 Hello Kitty。让我知道你是谁，我杀了他。老大，苏医生的确出事了，有人把苏医生母亲的坟都挖了，这简直丧尽天良啊！谁干的？我们的人正在查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查。另外，派人去帮苏南青。是。老大好久没发这么大火了。苏总，你要钱和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钱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已经到了你指定的位置，你们人呢？苏小姐还真是神速，我已经在阳谷汇报。你混蛋！对了，我已经在海边了。这样，我给你两个亿，你带着骨灰到我的位置来。既然你能给两个亿，那就依你。这些人简直就是胆大包天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。我们现在就去把阿姨的骨灰抢过来。你在外面和我里应外合，我已经猜到是谁了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我自己来解决。爸，姐姐真的同意给两个亿了啊！这个死丫头，没想到这么有钱，真是个白眼狼，这么多年没舍得给咱们花一分钱。姐姐可能就是都是爸爸让我干的，要找就找他。你千万别杀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哼，还以为你们有多大能耐，原来这么怕死呀。苏姐姐，你刚才竟然想杀了爸爸啊？原来是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敢杀你爸爸，我先收拾你。我没有你这样的爹。
苏小姐，外面人都已解决，骨灰盒还在。那就好。那我们就好好玩。你要干什么？让一个人最害怕的就是回了他，最在乎。别碰我！爸，你快阻止姐姐啊！ 好吵啊！这一切比起你对我做的，只不过是利息。这么小的事情，还麻烦你亲自跑。因为是你，所以老大格外关心，而且你做的。敢欺辱我母亲，指不定收点利息。老大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敢涉嫌绑架勒索，一定让他们把牢底坐穿。你竟然报警，你也太没有良心了吧！我想你。 你真是大逆不道呀！你，姐姐，你帮我求求顾总，不要把我送去监狱，我的前途会毁掉的。苏安影，难道你忘了你是怎么害我的吗？你还好意思哭？这种洋人骨灰的事都干得出来，简直恶毒！哎，苏小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警察马上就到了。我不要去警局，滚开！ 哪位是苏安影和苏不正？不孝女，家门不幸啊！跟我以后怎么收拾你？跟我们走。苏南青，你不得好死！阿姨的事情都安置好了？嗯，都已经处理好了，现在没事了。那个，今天你能赶来帮忙？ 多谢你了，真想谢我的话，一起吃顿饭。行，走吧。这就是你要请我吃的饭？嗯，难道霍先生觉得自己家酒店的伙食不好吗？这里的自助餐都是按照五星级品质准备的。那不就行了？你不吃吗？这个排骨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 他怎么直接和我用一副筷子了？他这是在撩我吗？苏南青这个小兔崽子，竟然敢把老子往警察局送！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的？应莹呢？哎，应莹情节比我严重，要在里边多审查几天。你放心，我这回我要好好教训这个卢小明。 苏南青有霍军要跟他出名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是他老子，我还让他没办法了，我有让他卖给你。这群人太可恶了，竟然说您跟苏医生有密谈，还辟了图。什么图？这一看就是假的呀！你怎么可能会去吃食堂了？而且。 还跟苏医生用同一重筷子，对方人造谣之前也不提前调查一下，您是有严重洁癖的，我这就去澄清。不用澄清，这是真的。是啊。什么？爸爸终于开窍了，回来告诉小果这个好消息。我就喜欢吃食堂，食堂饭好吃。我是小柔记者，听说您作为苏家千金，但是攀高枝之后就不认他们了，还因为嫉妒把自己的亲爹亲妹妹送进监狱。 我们是来做调解的，把上头关掉。大家都是亲人，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哎，青青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放过你妹妹。青青啊，你原谅爸爸，爸爸不应该阻止你未婚先孕，都是爸爸不好啊。那女的怎么这样？就算再嫉妒于妹妹，也不能把你妹妹送监狱吧？ 就是太过分了，还是这家医院医生呢？这家医院肯定也不行，工作不好。
苏小姐，面对您的父亲和继母，您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还真有一句话想说。我就知道您对父母是有感情的，请问你想对您父亲说什么？麻烦有多远？有多远？这一个贱人把我女儿害进了监狱，我绝不能让她全身而退。我知道，你一直恨我嫁给你爸爸，可归根到底，你妈才是小三。说什么？当时你妈拆散我和你爸，现在你要拆散我女儿和顾少，你们都是小三。你撒谎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不相信，你妈就是那样的烂婊子。哎呀！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敢打我！我是你亲生父亲，你这个鬼小女！谁说苏医生的母亲是小三的？我看未必。我劝你珍惜生命了。少总，你这么了解？你怎么了？爸爸，他们打骂你。我就知道您对我。把苏家查给丁少天，我要知道所有事情，尤其是苏南青母亲的事。是我儿子告诉你的。妈，你说我母亲不是小三？来，把机器举起来，给我听好了。据我们调查，当年苏红瑞的母亲病重，需要一大笔钱，而当时苏医生的母亲对苏红瑞颇有好感。苏红瑞为了钱抛弃了宋文丽，然后哄骗苏医生的母亲跟他结婚的。你胡说八道，满嘴放刀，现在死无对证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人证物证俱全，苏红瑞，当年苏医生母亲临死前哀求你要好好对他，结果呢？据苏家保姆道，你轻则打骂，重则还要抢走他母亲留给他的公司，对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公司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不是苏兰青的。公司是婚前财产，遗产证明上写了，苏一生二十岁就可以继承了。嗯，没事儿。妈，我只是替我母亲感到难过。我这个真的，什么都没了。苏兰青，我给你拼了！这一巴掌是教训你侮辱我的母亲。周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想看到他们夫妻两个出现在警局。是。这次彻底把苏红瑞得罪狠了。关于儿子的线索，现在只有霍家这边了。霍院长，之前我说过，我救老夫人，你就帮我找一个人，什么时候可以履行？找谁？我儿子。儿子。还有个儿子，对，夫人，我怎么找到你了？老夫人一直吵着要见你，不肯吃药。小燕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是您孙子，怎么不能来呀？这儿有苏医生就好了，你快走吧。老夫人，你这我们小燕好苦啊，从小父母双亡，这长大好不容易有了儿子，结果孩子咱们不喜欢他，你也看不上的。我也不是看不上刘先生。哦，那就是你不排斥，甚至有点喜欢，对不对呀？我对霍君耀到底是什么感觉呢？这可怜呀，我在医院。这小妖又得自己过生日了。生日？对呀，小妖过生日，他不喜欢有外人。我一想到他又要孤零零的自己过生日，我这心……老夫人的意思是想我去给霍先生过生日。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后天就是他的生日呀。我先替小耀和他父母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嗯，后天我会准时到的。你说苏南青要带小果去参加我哥的生日，
这可怎么瞒得住啊？若是你们两个一定会遇到的。我干脆告诉我大哥吧。要不就说真话吧。我看他们现在发展的好像也不错，要不你先打电话拍一下爸爸的口风。爸爸，如果说我找到那女人，会怎么样？让他死无全尸。霍小师，以后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。好的，爸爸，我知道了，关了。没想到我大哥这么恨你吗？隔着电话我都觉得吓人。这可怎么办啊？要不还是先别说。可是生日那天怎么办？哎，我想到办法了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，大哥？今天这不你生日吗？我呢和小石想给你点惊喜。爸爸生日快乐！脱下来，会闷汗。我不。哎，你一定是苏小姐和她儿子到了。你说谁苏？君耀哥哥，你在这儿等我是知道我要来吗？大哥，我可没骗你啊。安小姐，你今天怎么来了呀？今天是君耀哥哥的生日，我买了蛋糕，不能来吗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本来是想趁机撮合爸爸妈妈的，现在拿着个大灯泡，不行，要生日。不行，要生日。哎，正好我们一起切蛋糕呢，你要一起吗？抱歉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蛋糕给我吧。安小姐似乎很熟悉这里，难道霍君要和她？哎，喂，麻烦你，先别开。看来这里不欢迎我，我走。君耀哥哥，我疼。霍先生，安小姐好像受伤了，你不看一下吗？君耀哥哥，你为这个女人不管我了吗？安小姐，今天我并没有请你来。所以你要我走？君耀哥哥竟然当着这么多人让我下不来台，都怪这个苏南青。霍先生，你不去追吗？安小姐看起来很生气。她生气关我什么事？难道霍君耀和这位安小姐不是两情相悦？苏医生，你来正好，我们正在切蛋糕呢。走吧，蛋糕呢？来，小石，来，来，帮你把它摘下来。呀。干什么？不摘下来怎么吃蛋糕啊？你不是最喜欢吃蛋糕了吗？哎，霍晨宇，你干嘛？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爸爸，我想和弟弟上楼玩。妈妈，我也想跟哥哥上楼玩。那这蛋糕怎么办？哎，没事，一会儿等你和大哥切蛋糕的时候我们再下来。哎，小石，去吧。小石。霍雨辰这目的也太明显了吧！记得给大哥唱生日歌哦。这两个孩子走在一起，我竟然分辨不出哪个是小石。切蛋糕吧。你能来给我过生日，我很开心。他脸上这种含情脉脉的表情是要干嘛？要死了！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。我吃块蛋糕哈。没事。是谁惹我的乖宝女儿了？妈，我跟我好心去给君耀哥哥过生日，他竟然为了别的女人把我给赶出来了，我摔倒了他都不管我，他是不是真的被那个狐狸精给勾走了呀？
君耀真这么对你？嗯。妈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把那个女人赶走呗。真的那么喜欢她？喜欢，我这辈子非她不嫁。我就不信，我一个堂堂安大小姐，竟然会输给一个连提鞋都不配的狐狸精。那好，我去跟霍家商量一下你们俩的婚事。嗯，谢谢妈。这怎么还不出来呀、啊？我哪知道？哎，妈！我的脸，我的脸被毁容了。是苏南希，他肯定是嫉妒我，抢走了安勋哥哥。好孩子，妈妈知道你受苦了。妈，我被关进去的这几天，安勋哥哥肯定很担心我吧？你把手机给我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他已经跟你解除婚约了。什么？都怪苏南琪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我和你爸已经去找他闹过了，他有霍君耀给他撑腰，我们根本动不了他。我们动不了那个贱人，但是我们可以动那个野种。我就不信霍总能那么大方，连那个野种都要管。你想做什么？哥哥，我买了好多零食，我们明天一起吃。喵喵！爸爸，弟弟被坏人抓走了。小石，谁是你弟弟？是南青阿姨的儿子，他被坏人抓走了，来不及了。追踪定位，别急，交给爸爸。找到了，在距离京都20公里的废弃仓库里，我去找他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是不是小五出事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小石跟我说的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绑架我，要怪就怪你那个妈咪贱人，她不该得罪我。我妈咪才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还敢给我顶嘴啊你！等会儿就把你扔到海里喂鱼，让你妈咪再见不到你。坏女人！哎，你还敢咬我！救命啊！你喊呀，这里一个人都没有。等你妈咪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扔到海里喂鱼了。一想到你妈咪那个贱人痛苦的样子，我就好开心啊。让你喊，让你喊，我放过你了。再过来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你冷静一点，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，你别伤害我儿子。小伙别怕，妈妈一定会救你的。苏南青，你还有今天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这个女人她有什么好的啊？为什么你男人都喜欢呢？我要让他死在我面前。他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不如这样，我给你钱，你把孩子放了，怎么样？你别过来，我的脸毁容了，安琪哥哥也不要我了。苏南青，只要你死了，我才能放过你儿子。妈咪救我，妈咪救我。我跳，可以吗？千万不要伤害我儿子。小花，
小果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小果，吓死妈妈了，没事。小果送医院去，做全面检查。霍君耀，小果没事吗？没事了。霍君耀，霍君耀，霍君耀，苏医生，要不你还是先去换一身衣服吧，不然一会儿老大出来看见，会担心的。我都行，他，你放心，老大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苏总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。小果怎么样了？小果没事儿，他只是受了点惊吓，现在已经睡着了。你帮我照顾好小果，我去看看。苏总，喂，好害怕。我甚至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，我一想到他浑身是血，心就好多。苏总，你不会是喜欢上霍总了吧？喜欢上霍君耀？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个样子，那么多人受重伤。但你眼里眉头都不皱一下，除了喜欢，我想不出你这样的你。难道我真的喜欢你？可是，我明明很讨厌他自恋自大。所以说，老大什么时候结束了？哎，你怎么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？我去看看他。终于醒了。你没事吧？小果怎么样？我很好，小果也很好，你也要快点好起来。姐姐，今天眼泪是为我流的。对不起，霍君耀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我没事，小伤而已。错的是苏阿姨，不是，不用自责。还说没事，距离心脏就差一厘米，怎么那么傻呀？毫不犹豫就替我挡刀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只知道，你要是有事的话，我会伤心。霍君耀，你是不是，你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？什么？老大，安全一下呗。君耀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没事。君耀哥哥，我听说你是为了救苏医生的儿子才受伤的，就算为了感谢苏医生救了奶奶，你也不用豁出去命吧？我怎么忘了还有这一层？霍君耀一定是因为奶奶才……霍先生，你安心养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哎，别动，没事吧？妈，这个苹果真快没有肉了。啊，妈咪刚才在想事情。你是不是在想霍叔叔？霍叔叔救了我，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表示呀？比如。以身相许什么的，这人小鬼大，在哪儿学的？电视剧呀。我想妈，你一直在教我，有仇要报，
有恩也要还。臭叔叔都受伤一个月了，你怎么都没去看看他呀？星耀哥哥，你先出来，你好好休息，别看了。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慢点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人家美人在怀，我现在过去算怎么回事？好。有安小姐照顾他，我去当什么电灯泡呀？妈咪，这样我们一家四口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呀？青青，青青，求求你放过安瑶吧。他拿着刀子想要杀霍君耀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我今天？哎，我怎么说呢？这些事都是你说的算，毕竟是一开始安颖绑架了小五才发生的这事儿。安颖只是被我惯坏了，这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事儿。一时冲动？一时冲动他就要杀了小五，一时冲动就要拿刀捅人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？你要不勾引顾少，安颖能受刺激，能做碎事儿？说到底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反正我绝对不会帮他开口求情。诺，就当没有你这个父亲。苏白兄，你害了安阳一辈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老大，苏安阳我已经转让好教训了一番，并且起诉了他，估计他下半辈就成在牢里了。啊，苏医生自己怎么了？没忙什么，就医院住店两点一线，您找他有事儿吗？这个没良心的女人，竟然整整一个月都没来看过我。我去看看到底在搞什么。哎，老大，你要不然还是先去见一下霍老太太吧。你一个月没出现了，我实在瞒不住了呀。知道了。啊，老大，来来来，喝点水。好，我已经让人呀、啊。散播了消息，说你会携伴出席安家的医学交流会。奶奶，我向来都是一个人参加的。我是让你去邀请苏医生和你一起参加。你对苏医生到底是什么感觉呀？哎呦，苏医生的条件那么好，你要是不努力点，到时候被别人追走了，看你去哪哭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苏医生有个孩子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下抽小布，从孩子那儿赢得苏医生对你的好感？也不是不行，考虑一下。这是礼服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为什么给我送礼服？明天晚上在安家会举办医学交流会，我想邀请我的女伴。霍君耀是霍家的代表人，他的女伴一般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当的。我想在医学交流会上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希望你在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晚上我派人去接你。交流会八点正式开始。我会等你。什么事情这么小心翼翼的？老大，这都八点了，马上，苏医生应该不会来了吧？再等十分钟。哦。君耀哥哥，大家都在等我们呢，进去吧。我们进去。霍家明明都答应订婚了，为什么君耀哥哥对我还是这么冷漠？安瑶，你怎么还不进去？妈，你确定君耀哥哥是真的想和我订婚吗？当然了，我亲口跟二花的人谈的，他们亲自跟我说，君耀一定会同意的。
他是不是嫌弃我是安家的养女？我知道你们领养我是因为想念姑姑。傻孩子，别乱想，咱们进去吧。师傅，还要多久呀？还得10分钟吧。好，那尽量快一点。好。看来他不会来了。老大，今天二房子那边的人有点奇怪，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奶奶醒来后，二房那边已经被我收拾差不多了，能记起什么事？老大放心。在今天这个重要的场合，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霍家和安家的喜讯。难道之前传闻是真的，霍家要和安家联姻了？我们俩大姐不离十，今天霍总不也来了吗？这下强强联合，以后霍家势力更是不可抵挡。就在下个月的10号，我们霍家长子霍君耀将和安家大小姐安瑶在第一酒店举行订婚典礼。恭喜霍总。霍总和安小姐真是郎才女貌啊。陈勇哥哥，原来你是要在这儿给我个惊喜。霍君要邀请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看他们两个秀恩爱，有病吧。苏德清，干什么去？哎，老大你。霍君要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太过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好，你好大胆子！大哥，这种场合你拉着别的女人不放手，是把安家不放在眼里是？还是你故意要破坏安家的关系？二房没经我同意就做我的主，这笔账回去找人算。另外，关于安家的关系，这是你该解释的事。这怎么回事？霍先生对这个女人也太不一般了。这女的看起来和霍总更般配，简直就是郎才女貌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我是不应该来，打扰了你和安小姐的好事。他们想让谁娶谁娶，我不会娶她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今晚的女伴，苏南青小姐，也是我要正式追求的女人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今晚的女伴，苏南青小姐，也是我要正式追求的女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霍君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别在这个时候拒绝我，不想跟他订婚。你想拒婚，你拿我当等你。只要你不拒绝我，怎么想都行。你贱人，一定是你勾引君耀哥哥，我杀了！君耀哥哥，你为了这个女人要和安家为敌？安小姐，霍总无意跟安家为敌，倒是你公然打骂霍总的人，是不是代表安家要与霍家为敌了？他就是个狐狸精，凭什么做君耀哥哥的女朋友？不是，安瑶，住口！各位，今天的交流会就到这里。我在第一饭店为大家准备了晚餐，请大家移步第一饭店。苏医生，我为我女儿刚才的行为向您道歉，对不起。你爸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什么身份？凭什么对他低声下气的呀？住口！是我把你惯得太无法无天了。苏医生是我们整个安家的恩人。你说什么？他是我们的恩人？对。要不是苏医生在场，你现在回来看见的就是我的灵牌了。所以呢？你为了报答你的救命恩人，就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吗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
明明是你们跟我说君瑶哥哥要和我订婚的，我现在就是个小丑。这君瑶，既然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为什么还要同意婚事？不好，你捅的娄子，自己来解释。大哥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是二爷让我来小米婚事的。君瑶，难道二房从来没给你提过订婚的事？我的事还轮不着二房来决。简直胡闹！不好啊，赶鸭子上架也不是这么赶的。你们二房是不把我们安家放在眼里啊？二房的所作所为，我一定会给安家一个交代。不过这婚事，既然你不愿意，没有人会强迫你。我看这婚事啊，就不作数了。不行，刚刚那么多人都听到了，你现在说不作数就不作数，我以后出去怎么见人啊？你给我闭嘴！我们就先走了，剩下的事交给霍豪处理吧。处理不好的话，家法处置。大哥，哎，大哥。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呀？不是，死定了我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苏小姐，现在有什么不妥？没有。你别靠我这么近，我要呼吸不了了。既然苏小姐没有喜欢的人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追求你呢？不如试试想那个男人和我儿子至今都没有下落，我真的要开启下一段恋情吗？你要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多虑。来，老大公司。哦，我们继续。哎，老大，没想到苏医生还有这么开的一面啊。好了，哥哥要回去了，再晚妈妈就要回来了。好。小伙，你站在门口干什么呀？在等妈妈回来吗？妈咪。是我眼睛花了吗？怎么有两个小果？哥哥，要不我们还是跟妈咪说实话吧。哥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是谁？妈咪是我，我是你儿子。你怎么认错了？我的儿子，我没有在做梦吧？这是真的吧？我真是你的儿子，是霍小石，我爸爸是霍君耀。行，你就是妈妈的儿子。妈妈终于找到你了，你和小果简直一模一样。妈，你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其实我早就找到哥哥了。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妈咪？妈咪找你哥哥找了那么久。妈咪对不起，妈咪这件事不会走的，是我的错。为什么？怕你和爸爸抢不上去，我和小伙不希望你们俩。或许我可以先找你爸爸谈一谈。爸爸似乎很恨我们的亲生母亲，你能把握得住吗？他为什么恨不起这母亲？不知道。万一爸爸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，要把小果抢过来怎么办？是啊，如果按照小石说的，霍君要知道我是小石的亲生母亲，他还会想要我当他的女朋友吗？毕竟五年前，
我们都不是自愿的。给你爸爸打电话。明天你有空吗？我有事情想找你谈一谈。什么？你想接受我了？明天酒店咖啡厅见。说吧，你的想法。霍先生，你的儿子霍小时今年五岁了。对啊，怎么了？那小时的母亲呢？原来他介意这件事。你放心，这种抛弃自己亲生儿子、丧尽天良的女人，我是不会原谅的。我是不会原谅的。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那你为什么那么恨小石的母亲啊？五年前好像还是我救了你。虽然那个时候他救了我，但是我无法原谅他把我的儿子丢到垃圾桶里处理掉。这样的女人让我原谅他？原来当年苏恒瑞真的把孩子扔垃圾桶了，可这不是我做的呀。那如果小石的母亲现在又突然出现，你会怎么样？我绝对不会让他活着离开京都。唉，看来这误会不是一两句能解释清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阻碍。至于你的儿子，我也会把他当成我的亲生儿子对待。霍军耀在京都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如果我和他硬刚，很可能两败俱伤。小时的事情看来要先从长计议了。不用了，我的儿子我自己养。你这是拒绝我？抱歉啊，霍先生的喜欢我无福消受。喂，爸爸，这是怎么了？妈妈，我们没事吧？小石，你说的对，你爸爸现在恨不得要把我千刀万剐。啊，快，完毕。现在暂时没有办法告诉爸爸这些，妈妈再想想办法。妈咪。哥哥，为了不露馅儿，先帮我去爸爸家。哎，青青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和苏安英解除婚约了，我现在可以娶你了。官宣，你有病就去医院，别在我这儿找不痛快。想娶我，做梦。哎，我想过了。你的儿子我愿意接受，只要你嫁给我。那疼，青青，你先别走。你这伤看起来挺重的，还是赶紧去医院吧，医药费我会报给你的。不去不去，你不就是医生吗，你帮我包扎下就好了，这酒店应该有药箱吧。你想找死啊？你好呀，我是你未来的爸爸。有病。顾安轩，你再不走我剁了你，信不信？孙乃馨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他怎么在这儿？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哼，不用解释了，我霍春耀也不是非要缠着你。青青还是喜欢我的，为了我连霍总都拒绝了，刚刚拔刀一定是情趣。你给我出去！
别再让我看到了。难道我喜欢上他了吗？为什么心会这么痛？赌一把吧，万一霍俊要知道真相后，不会争夺抚养权吗？我真的要撞死他，他毕竟也是我亲生母亲。他亲手把你和安野送赌局了，哎，你还当他是女儿呢？我不是他，安野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，疯疯癫癫的，被霍家人追杀。哎，就是他，开过去，撞死他！得嘞，你们两个坐好了。开过去。霍俊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张老，给我查一下，现在在我这里几十个好大的胆子！霍俊阳，你受伤了，你跟我上楼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你，霍俊阳，之前那个问题，我如果我说我考虑好了，苏南希，你当我霍君要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吗？苏南希，你就不会说一句挽留我的话吗？你真让我走啊？啊？啊什么啊？女朋友？下来！哎，你干什么去？你干什么？你没有撞到，你掉头回去再撞啊！你想不想要钱了？吹你一说，妇女。我爸有钱，他没命花。那、哎、来之前你怎么不说那个女人跟霍总认识啊？你是想害我死是吗？啊？你以为我是好惹的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你把我定金拿了，你想反悔是不是？霍总要是死，霍家人会放过我？连我家人都会连。你这钱，爱给谁给谁，老子不敢拿。走开！你个废物！你就是个废物！咱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办？他不敢，我敢！我现在已经被苏南青害得一无所有，我什么不敢？你没看那个死丫头把霍总迷成什么样？啊？咱怎么弄？你真……霍总为了这个小贱人，当着众人的面拒绝了安家大小姐。现在的除了霍家，就是安家最厉害。你的意思是找安小姐帮忙？疼吗？哎，不是，疼。刚好伤到关节了，估计这两天都会有点疼。要不我给你开点止痛药。苏医生这是关心则乱，这点小伤也要吃止痛药？不是你说的疼吗？我有一个比止痛药更好的方法，你来试一试。什么方法？弄疼我了，那就让你会不会接我呀？分明就在咬人。那这次换你咬我。够了。够。
你错过了什么？老大跟苏医生亲上了？这……喂，那……嘿，啊，那个苏医生，老大，你们亲完了？那老大，那辆车的幕后主使我们已经查到了，是苏红瑞和宋文丽。他们现在在哪？还没找到，跟人间蒸发了已经。不过我们继续会派人找的。没找到人之前，我会派人及时保护你。没必要吧？我的身手还没有差到连他们都打不过呀。很有必要。老大，我先走了。苏南青医生在吗？哎，亲亲。哦，霍总，你也在啊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没事，我随便逛逛哈，没事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，希望你以后消失在我们俩眼前，否则我吃醋起来就想灭个家族高兴就行。这个苏南青真是不知廉耻，都是个生野种的二手货，还到处勾引人。哼，以为傍上霍总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我顾安勋想得到的人还从来没失过手，只要把你变成我的女人，哼，就凭你们两个帮我？当然可以。站那儿说，别过来。一股穷酸味儿，心死。安小姐，知你莫若父，我是他的父亲，当然是最了解他的人。那你能帮我做什么呢？哎，霍家的人现在到处追杀我们，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加安全的藏身之处。我确实不方便出手去对付苏南青，有这两个蠢货帮忙，省了我很多麻烦。可以，过几天是我爷爷的寿宴，到时候自然有事情给你们做。哎，放心吧，安小姐，我们一定给你把事情办成。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我来接你。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石。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他应该是来找小狗玩的。现在天也有点晚了，你把他带回去吧。来，小石。静静，三天后是安老爷的寿宴，他想邀请你去。你想来吗？啊？哦，好。怎么答应这么重的？你不是不喜欢参加这种场？那我不去了。哎，已经答应了，不许出尔反尔。小石，跟阿姨说再见。阿姨再见，你不要太想我哦。我怎么总觉得小石和七七有事瞒着我？走吧。笑死我了，出来的时候还被周叔叔看到了。不过弟弟这么聪明，肯定能混得过去。好，快上车吧，也吓死我了，这么大晚上。他什么时候在那里的？
是不是看见小果的样子了？你现在在哪？我说我在酒店，你信吗？夏日别动，我下去找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？没有。他这个样子，该不会是想我了又不好意思说吧？想我了就直说，我又不会笑话你。这熟悉的自恋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看到小果也过来了，我还没跟他自我介绍过呢，要不趁这个机会认识一下？现在吗？估计他已经睡着了。刚刚我还看着他呢，怎么可能这么快睡着？哎。还真睡着了，果然随你。我就说他睡着了吧。吓死我了。这件衣服怎么跟小时的一模一样啊？凑巧吧。这个电话。安伯父。君瑶，我把我姐的照片给你了，你帮忙调查一下吧。好，交给我吧。辛苦了。那张照片，刚刚那张照片是我看错了吗？好像是妈妈的照片。欣欣，怎么表情怪怪的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看错了。那我先带小果回去了。哎。嘿嘿，妈妈，我看到了哟。看到什么？和爸爸亲亲。哈哈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们一家四口就要团聚了。我现在跟你爸爸只是在一起，不过现在这件事情还不能告诉爸爸。不过你爸爸似乎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可怕。嘿嘿。谢谢妈咪，多吃点儿，多吃。你好，请问是苏小姐吗？我就是，有什么事儿？这个是霍总让我给您的，他让我……你确定是霍君耀？你们的霍总？可能霍总想给您一个惊喜吧。听同事们说他在吃的好。哇，爸爸这是要和妈妈去约会吗？这不像你爸爸的作风，我还是打电话问一下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接呀。哎呦妈，你这样打电话过去，爸爸怎么可能能承认呀？快去吧，我自己吃饭就好。好吧。霍君耀，你在吗？霍君耀，吴安虚，你怎么在？吴安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见到我这么失望？何止是失望，我甚至恶心都要吐了。别拦着，苏南琴，你就是个骚货。偏也看不上，像你这种未婚生子的贱人，我看让你给你面子。当初是谁瞧上不了他了？是苏红瑞，你去跟他滚。你觉得我今天能放你走吗？你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突然没有力气了？
不管用。是你刚用了什么药？这可是我们顾家的最新方。我知道你就这样的，所以早有准备。这个药的药性是最猛的。偏僻。滚开！喝，给我喝。哦，姐，这是我哥给我上的。我再把我们俩的视频传给霍君瑶，看他还要不要脸。姐，就不要白费力气了。为了对付你，我下的是最猛烈的药。霍君瑶，住手！霍君瑶，你终于来了。没事了，在这里等我。霍总，霍总，我知道错了。走了，大哥，把他给我带回去。你不是喜欢下药吗？那就用药喂饱他，把他房间里浪费掉为止。是，还有，从今以后，我要他们顾家人消失。我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对顾家下手。敢动我的女人，这就是下场。我知道错了，这样顾家也会杀了我的。不要废了我！不要动我顾家家主！好了，你干什么？啊！带走！好。小心，没事了，不是张医生。不行。小心，我怕你清醒后会后悔。林谦，这个愿意吗？不知道你是谁，就是霍君瑶。昨天晚上也太那个了吧，简直和5年前一样。为什么青青给我的感觉和那个女人这么像？不可能的，霍君瑶，你疯了吗？行了，我准备早餐。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竟然霍总跑来了！据说她做了错，大概就是印证了成为霍总女人的。那霍总说艾特警方了？那天我在现场，霍总当时就艾特了，艾特你不对劲。苏南青，上次你让我在宴会上颜面尽失，今晚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把这个东西放到苏文清的包里头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。南小姐，这个东西值钱吗？这个东西不值钱，是我爷爷最宝贝的，这里面是我工作的照片。到时候我只要稍微刺激一下爷爷，就算是霍君瑶也帮不了他了。这怎么是苏南清那个贱妈？南小姐，这里面的美女认识吗？你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照我说的做就行。啊，明白明白。
而思叶这个奸人竟然是安家的女儿，不过都得死。霍总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您的女朋友吗？长得也太漂亮了吧，和您简直是郎才女貌啊。不是，但是我觉得不行。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挺厉害，竟然能勾着霍总打算跟她结婚。都有人都别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安家想要干什么？安伯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安爷爷的一个挂坠，它里面有我妹妹宝莲，你也知道，我妹妹宝莲的心意，现在只能拦在这儿，大家是不是还行？那人找了吗？到处都找，就是找不见，现在已经派人去调监。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安老爷的眉眼和妈妈的眉眼有点像呢？孩子，是老爷，辛苦没有问题，但是我在墙边看到这两个人不是亲生的，想要逃跑。这不管我们的事儿，都是他，他让我们偷的，不信你们查。现在那东西还在他包呢，我不信你们查。现在那东西还在他包呢。你的意思是，青青拿了安老爷的挂坠，怎么证明？我是他父亲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那我能指认我的亲生女儿？我为什么要偷老先生的挂坠？这还用说吗？你肯定是看上那个挂坠的价值，霍总。像这样子小偷你还要吗？钱？你的意思是我霍军要买不起名贵的东西给我未婚妻，导致他去偷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苏南青这个人品有问题，这从小就喜欢偷别人的东西。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直接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看那张照片是妈妈。苏南青，真是你偷的？我的挂坠，快快快，拿过来！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说你一个女娃娃，还连这种东西也要偷？那个挂坠，可以让我再看一眼吗？苏小姐，你就那么喜欢那个挂坠？实在不行，我买一条送你，何必去偷呢？青青，是发生什么？那上面的照片和我妈妈的一模一样，和我妈妈的一模一样。上，走，走。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知道那张照片里的人是谁吗？那是我姑姑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？那你有没有你妈妈的照片拿给我看看？奶奶，奶奶，是我的奶奶。难道你就是我妹妹的女儿？我竟然现在才发现，你居然跟我妹妹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，一定是苏南青伪造的，他为了认亲故意做出这场戏的。安瑶，做个亲子鉴定，一切就都就想大白了。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爷爷的亲外孙女？难怪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眼熟，原来你是小叶的女儿。这些年外公找的你好辛苦，这下好
外公总算找到你了。青青既然是安家的外孙，这实在是匪夷所思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以后安家彻底没有我的位置了。喂，干什么？打他关节，成何体统？乖孙子，本宫看到你，就像看到你妈妈年轻的时候。真好，我的妈妈。刚才诬陷你偷东西的那个人，就是你的亲生父亲，就是他出轨，活活气死了我姐。是。敢欺负我的女儿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她。哦，哎，你饶了我，这一切都是安小姐指示我们做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不是有意要害青青的，都是安小姐逼的，都是安小姐逼的。安瑶的事情自然会给他一个教训，但是你们两个当初狼狈为奸，气死我妹妹，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你们好好算算。哎，女儿，你行行好，求求你外公饶了爸爸吧。现在知道你是我父亲，当初你花钱买凶想撞死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我父亲呢？岂有此理！我花着我女儿留下的钱，还亏得她的女儿。吩咐下去，从今往后，安家所有的产业绝不允许再出现这两个人的身影。另外，凡是要跟我安家合作的合作商也一样。到了，按照安家的做法，吩咐下去。是老大，我立刻去办。敢欺负霍家的少夫人，这就是代价，让他们也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走。安老爷，你饶我吧，安老爷，你饶我吧。俊阳，你的助理刚刚说青青是你们霍家的少夫人。外公，我是真的很喜欢青青，这辈子我非她不娶。你别以为你是霍君耀，我的孙女就得伤感着嫁给你。你们霍家的糟心事儿也不少，我看啊，这婚事还是缓缓再说吧。霍君耀这辈子还有这么吃瘪的时候，还挺可爱的。青，帮我求求青龙。我都听外公的。老老，哎，怎么让一个女孩的娘家人容易把姑娘嫁给你？老大，你都搞定的人，我哪知道？让你有什么用？要不李志飞就出差了。哎，别呀、你让我想想啊。哎，老大，你要不然先试试搞定苏医生。哎，毕竟苏医生同意了，这安家人也不可能阻拦，你说是吧？有道理。哎，那我怎么才能打动他呢？那老大，你那么了解苏医生都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哪知道。苏医生他们宠爱孩子，就给我一直是孩子送孩子。说的对。老大，你回去吧。老大，我也想看看苏医生的儿子长什么样。自从苏医生认回安老爷子之后，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霍先生，您是来找小姐的吗？他在家吗？在呢，小姐和小少爷在后花园陪老爷呢，我这就带您过去。我自己过去好。行。哈哈，你看这小猫咪多乖。为什么？爸妈还要跟外公玩。哎，青青，我和小五玩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让我们走啊？
星星，我给小果带礼物，你叫他出来，看喜不喜欢。啊，你给我就行。小果他现在可能有点忙。星星，小果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小果，你说你妈也真是的，谁不行，偏偏看上这么个丑小子。这天打了个脸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外曾祖父，不可以这样说爸爸。小果，你说什么？你叫他爸爸？当然，小果说到嘴了。小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啊，小孩子可不能撒谎了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什么？霍君耀和亲戚五年前就有了孩子。姓霍的好小子，我今天就剁了你。星星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就是五年前那个女人？其实这件事我也就比你早知道几天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不敢承认啊？还是个男人吗？那些年亲情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？禽兽不如的东西。哎呀，我对不起妈咪，小孩子不能撒谎，所以我全都说了。你居然把他们娘俩丢在国外，不闻不问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。你就是苏小果？小果，怪不得苏南青一直不让我看小果。姓霍的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认了吗？星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小果是你的孩子，他和小石是双胞胎。霍君耀，所以我苦苦找了五年的女人，原来就在我身边啊。我何尝没有资格找你啊？你还把小石给抱走了呢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爸爸，你动不动就要弄死我的亲生母亲，谁敢告诉你啊？爸爸在你眼里就这么残暴？哥哥说爸爸是暴君。对不起啊。关于我丢下小石这件事，我可以向你解释的。不用解释。果然，霍君耀还是接受不了这件事。他不会要抢走我的宝贝了吧？哇，爸爸这是要求婚吗？爸爸总算开窍了。青青，你愿意嫁给我？霍君耀，如果你是因为知道了我是小石的亲生母亲才向我求婚的话，我希望你还是再考虑一下。不管你是不是小石的亲生母亲，娶你是我早就认定的事情。苏南星，我霍君耀以身为凭，求娶你为我的妻子，你愿意吗？哪有人求婚连个像样的戒指和鲜花都没有的？我这是被拒绝了。爸爸妈咪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准备好花和戒指求婚吧。理解一下，爸爸比较笨。既然是惊喜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妈咪呢？还不是因为爸爸担心你。那我挂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
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们老板让你帮忙是一个人，找人帮忙就这个态度。少废话。七七，你等我。